欢迎。你好。大家好，我叫吴斌，来自天津，然后毕业于南开大学法律专业，现在经营一家服装店，然后在网上经营一家网店，想在这里找一位型好、条件好、文化好的这个比较合适的女嘉宾。哪三好？我没听明白。形象好，形象好，条件好，条件好，素质好，素质好。好，那么36位女嘉宾，你们的意见呢？请选择。17位女嘉宾选择了你，我们从中随机抽取10位。行，有请35号、15号、12号、34号、11号、6号、33号、3号、1号、21号，有请各位。我们来了解一下吴斌。大家好，我叫吴斌，今年30岁，来自天津，毕业于南开大学法律专业，家庭条件还不错，家里有房有车，在老家那边还有2套房子，现在经营一家网店，在外面还有一家服装店。我的性格比较内向，属于忠厚老实，不善言谈的那种，平常喜欢上上网，聊聊天，看看电视。现在属于大龄宅男那种类型的男人。